当我让傻狗拿纸巾给我，纸巾拿过来给我。以前有学过，看看还记不记？拿错了没关系，咱们对小狗要有耐心。不是这个 ，no。哎呀，去那边帮帮他。啊，对了，就这个。此时我以为大功告成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对，变了。激动的嘴瓢了都，好像要给我个宝贝。哈哈，你快乐死。不是的。桌上都被掏空了，总该拿到了吧？谢谢。好家伙，桌上没了，拿地上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刘美美。这个你给我，你看这狗像不像有八百个心眼子？还给我，捡起来还给我。不捡。此时此刻，你们是不是以为他听不懂？拿给你吃，捡起来我给你吃。给我。没得，想都别想。纸巾拿给我。这就你不讲道理了吧？爆米花都是你一个人吃的，酸屁股真是。这是纸巾吗？